在2024年，台湾灯会将要在台南来举办，因此市府教育局特别举办三场的花灯制作演习，让台南市民会当做会参与，透过五天的课程来学习制作花灯，同时嘛当培养经济教师，让各校拢当制作充满特色作品。在台湾灯会当中，会当让全国民众做会看到台南的水。来到林德国小的体育馆，会使看到几啊个特殊造型的花灯，还佫有真侪人正在赶工。这其实是教育局为了迎接2024年的台湾灯会，特别举办的花灯制作演习活动。举办三个梯次，透过五天的课程，让师生参与学习制作花灯，接下来也会使转来到学校担任政治的教师，让每一个学校会使发挥创意，制作特色的花灯，展现台南之水。这三场的演习呢，大约有300多位的老师参与。那我们利用5天的时间啊，然后到我们学校演习的会场里面，那由我们的灯艺师啊亲自的传授，让我们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家长、志工们现场制作。那这些呢，这些队伍呢，将成为每个学校的一个种子教师队伍。他们将这5天的一个成品带回去学校了以后呢，一方面做展览，一方面呢也把这5天他们所学到的一些花灯制作的技术呢转达给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家长哈。那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各个学校也都能够制作更多的一个花灯杰作。这次在林德国小举办的课程，将近50间学校参与，除了有老师来进行演习，也有学生来体验。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透过灯会被更多人看到。第一次体验做大型灯笼，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看到那些技艺师傅的手艺很高超嘛，然后就学到很多。做这个灯笼有点像是生活科技课，然后希望作品完成之后可以展出在会场，让大家都看见。这次的演习课程由专业的灯艺师团队来指导师生，对花灯造型的设计，一直到电力线路的配置，全方面的指导。期待让全国的游客会使在台湾灯会看到台南师生的精彩作品。记者郭博义，林德区采访报道。